队挺着。谁说金刚那么勇敢，那么的坚强？谁说金刚守护着我们，不再怕黑暗，维护和平正义的伸张。难免沮丧、困难和沮丧，谁说金刚不再怕艰难，冲出地球，宇宙放光芒，用血流之躯唤醒中国神兽，用中华之魂召唤神兽金刚。青龙金刚战斗，麒麟金刚战斗，雄狮金刚战斗，凤凰金刚战斗，昆虫金刚战斗，独角兽金刚战斗，神兽合体，无敌的神兽金刚，用血流之躯唤醒中国神兽，用中华之魂召唤神兽金刚。神兽金刚那么勇敢，那么的坚强，神兽金刚守护着我们，不再怕黑暗，无敌神兽金刚。霸天魔龙和暗影麒麟合体为暗天魔神，在天追下轨道与神兽战队展开战斗。面对巨大的实力差距和听闻失踪人类已被榨干的双重打击，战队内心动摇，合体金刚失败，被暗天魔神打下天追。为什么孩子们没有被传送回来？距离太远了，星盘仔能量不够，他已经尽力了，我们去接他们。长长哥，别丢下我呀。小军快跟上啊，打完水要马上回到地下才行，快点走，不然会像爸妈那样被捉走的。这是你哥哥永远回不来了，回不来了。不不不不，醒了，这里是天锥附近的地下藏身点，黑暗军团正在外面搜捕我们呢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救我哥！我们五个人都打不过暗天魔神，你一个人怎么救？难道我要乖乖坐在这里，等坏人大发慈悲把大家送回来吗？我们会救出他们的，但是不能莽撞。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如果我们能够合体成功的话，一定可以打败暗天魔神。可是我们合体失败了。没错，我们是失败了，但只要我们同心协力，一定能够合体成功的。大家先休养一晚，我想办法联系胡博士。我们是给几位朋友送吃的。哦，谢谢你们救了我们。不客气，有什么需要就找我，我就在隔壁。他们
不会把外星人引过来吧？长商哥，我们把他们赶走吧。我们怎么能做这种事？神兽超人那几个小子被打下轨道后便失去踪迹。那么高摔下去，他们肯定活不成了。不可大意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报告两位大人，我们在天锤内部锁定了入侵者的位置。我去宰了他。我们应该先彻底歼灭神兽超人，至于那个入侵者，大人交给我们去处理吧。那赶紧去，别浪费时间。是。另外，加大搜索力度，把神兽超人都给我找出来。明白。睡一觉，感觉好多了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三。早啊，朋友们。早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叫张丽。张丽是那个穿白色衣服、头上一撮奇怪毛的家伙。那个人，天没亮就跑出去了，他不怕外星人吗？不好了。我一定会救出我哥，救出大家的。杨，哥，哎，杨，哎，哥，哎，呀，呀，罗汉连环寸，狂妄，暗影麒麟。你们还真是命硬啊！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放开我！叫吧，哭，屈服于自己的恐惧，接受自己的无能，在我面前痛苦吧！等等，先留他一命。我有一个有趣的想法。张丽真的去找黑暗军团了吗？很有可能。哎，你们看，这些黑士兵受过重击，应该是张丽干的。张丽，快，一定要找到他。长城哥，跟着他们真的没问题吗？那些外星人很可怕的。男人活着就是要有勇气。小声点，是外星人。勇气呢？被发现了，大家抓紧时间解决他们。明白。神兽之力觉醒，凤凰超人变身。黑士兵怎么变聪明了？学会躲在远处开枪了。哼，变聪明了也没用。胖子一拳，哈！胖子连环拳。
痛痛痛痛痛痛痛！哎呦！啊！嗨！陈峰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陈唱歌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是是是，我这他们。你们的末日到了！不好！哟，合体了！我们先撤退吧。情况对我们不利，准备撤退。神兽超人们，看看这是什么！张力必须救张力，召唤神兽。嗯，先别急着喊出你们的破铜烂铁，我们玩个游戏怎么样？快跑，这是圈套。你们对张力做了什么？都说了，我们玩个游戏。游戏规则是，你们不召唤机甲，能上来救走他，就算你们赢。当然，你们必须在龙鳞将狮子小超人压扁前救出他。杀了我吧，不然我以后肯定把你们揍得满脸桃花开。别急，等我们玩够了，一定满足你的要求。放心，只要你们不召唤神兽，我们就不会插手。怎么办？救人！张哥，我们快走吧，他们不可能赢的。不！你说什么？你难道你想像爸妈那样被外星人捉走吗？我必须帮他们。小俊，你先回去。哥，你回来！我来对付龙怪，你们去救张力。神兽的话，这样根本闯不过去呀！别硬来，我们试试能不能绕过去。没有时间了。时间不多了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，是我让林宗他们深陷险境，我结束了，真是不甘心，我为什么这么傻？要是我能冷静一点儿，你来干什么？危险！
是来救你的。别管我，快走。这怎么看？我来。小俊，你们回去吗？我不会抛下兄弟的。抛下兄弟吗？我值得你们救吗？我觉得我和你有些像呢，可我没有能力对付那些可怕的家伙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也许可以拯救大家，拯救我们的家人。你应该是英雄。快！干坏我的好事！小心！不！张力是我骄傲的弟弟，我们可是伙伴呢。应该是英雄。张力，你们快找个安全的地方。张力，你怎么了？张力，对不起，连累大家了。有趣，消灭他们。我来防御，你们找机会击破他。张力，小心。这不科学，太厉害了。张力，解决掉他。凤凰剑舞，神龙啸天弹。七星灵角破天斩，狮王封天拳，太棒了！他们真的可以打败那些怪兽。你们高兴得太早了。就让我们亲手消灭你们。伙伴们，召唤神兽金刚。召唤神兽金刚。接招吧，你们这些手下败将。这次看你们怎么逃。灭亡吧，狮王避雷。防御变强了。不行，攻击太强了。太弱了，太弱了。暗天魔神太强了，我们不是对手。孩子们，吴博士，吴博士，我哥他们可能已经
孩子们，我刚得的消息，被吸走的人类还活着，他们都在等着我们去救啊！啊，好嘞，我就知道霸天魔龙是骗我们的。太好了，哥还活着。是啊，人们还等着我们去救呢。没错，大家都相信着我们呢。这么简单就放弃，可不是我们的风格哦。对，人活着就有希望。是啊，一切都还有希望。弱者永远是弱者，灭亡吧！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强敌，我们绝不退缩，因为天塌了，有神兽战队顶着，失败所有的愿，神兽金刚合体。这个被黑暗军团追杀的人是谁？是王民。原来他刚从天锥逃脱，并带来了天锥内部的珍贵情报。究竟天锥之内是怎样的世界？他到底历经了多少凶险呢？请看下集《独闯黑暗的勇士》。